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，我是主持人王玲玲。紫禁城作为中国明清两朝的皇城，凝结了中国古代最高的建筑成就。在紫禁城众多的建筑杰作当中，有的设计遵循实用原则，有的则彰显着皇权的威严。而最具匠心的，无疑是那些兼具实用性和象征性的作品了。在天安门和太和门前各有一处建筑，完美的融合了这两个功能，它们就是紫禁城的外金水桥和内金水桥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人们就从生活和劳动经验中总结出了一种理想的建筑布局。遵循这种布局，建筑的北面通常要倚靠着一座高山，既能抵御北来的寒风，又能提供充足的自然资源。南面则要面临一湾活水，汇聚温暖的空气，滋养万物。青山翠绿，小桥流水，不仅是对阴阳和谐境界的追求，后来更演变成皇家尊贵地位的象征。紫禁城，明清两朝的皇家宫殿，每一处都体现着尊贵和神圣。在布局上，它正是遵循了背山面水的建筑原则。景山位于紫禁城正北，是用北海之土人工堆积起来的，占据了整个皇城的制高点。内外金水河，河水引自西北的玉泉山，静静蜿蜒在皇宫的前庭，为庄严的宫殿平添了一道优雅的弧线。金水河的金水二字，明清以前便有神圣的含义。明朝人王三聘曾编写《古今事物考》，考据金水河的来历，书中说，周朝的帝王宫殿内开凿有金水河，用来代表天上的天河银汉。2000多年过去了，明清两朝仍然沿用象征着天河银汉的金水河环绕皇宫，寓意皇权至上，江山永固。有人这样感叹，流入宫城才咫尺，便分天上与人间。内外金水河上分别横跨着内金水桥和外金水桥，在使用上都严格遵循着皇权至上的原则。以内金水桥为例，它的主体是五座单孔拱券式石桥，正中间的这座叫做玉露桥，栏杆使用了盘龙雕花，桥面也最为宽阔，是专供皇帝使用的通道。玉露桥两边的四座桥栏柱是仅次于盘龙纹的荷花图案，紧挨着玉露桥的这两座是宗室亲王们行走的王宫桥，再往两边是三品以上文武大臣行走的品级桥。和内金水桥相比，外金水桥除了主体的五座石桥外，在现在的社稷坛和太庙门前还多出两座，专门给四品以下的官员和兵卒夫役行走，叫众生桥。今天当我们走过外金水桥，穿越天安门午门，就会来到太和门前这片青砖漫地的大广场。这里有紫禁城内最大也是最为壮观的一组单孔拱券式石桥，这就是内金水桥。在内金水桥下还有一条比外金水河更为绵长蜿蜒的人工河，这就是内金水河。
内金水河全长达到了2000多米，比起外金水河来要长出许多。它从紫禁城的西北角流入，尾端与紫禁城东南角外的护城河相接，时隐时现，或宽或窄，河身婉转舒缓，圆柔动人。除了象征意义和装饰功能外，内金水河还有两个更加重要的作用。紫禁城是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建筑群，木材极易燃烧，因此也具有很大的火灾隐患。内金水河蜿蜒穿过皇宫的大小院落，它的消防作用由此而来。明宫史中曾有记载，金水桥非故曲折，以耗物料，盖恐有意外火灾，则此水濑也。意思是说，内金水河是一股良好的消防水源，历次皇宫失火都曾经凭借着金水河的河水将火扑灭，消防作用非常的显著。这是明朝太监刘若愚对两次皇宫大火的记述。天启四年六颗狼灾，六年武英殿西油漆作灾，皆得此水之力。内金水河不仅能够饮水，在皇宫发生火灾的时候作为消防水源，它还是皇宫内重要的排水通道。皇宫内72万平方米的面积，有大小院落90多座，各有各的排水通道。遇到下雨的时候，地面的积水利用北高南低的地势排入暗沟，流入内金水河，最后顺着河道排出宫去。从历史记载中看，不管下多大的雨，紫禁城内从来没有发生过雨水阻塞的现象，这都归功于那些精心设计的明河暗渠。而当时并没有精密的科学仪器提供测量上的辅助，在这样的条件下还能够建造出如此实用高效的内金水河，并经过了明清两朝500多年的考验，可见当时设计者的技艺之精湛。今天内外金水河与金水桥虽然已经不再象征无上的皇权，但依然保留着它们的艺术价值和实用功能，成为开放的紫禁城迎接全世界来客的重要通道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它原本只是一个小型的聚餐会，却发展成为影响深远的文学团体，交流与碰撞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热情，自由与包容开拓了白话诗歌的新天地。它如一轮新月，向往着诗意的圆满；它如一湾湖水，映照出五四青年的风采。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新月社。